我们头前是台铁美术馆车站，那倒手边这个就是那个高雄的轻轨车站，这就是高雄轻轨，目前上尾啊站就是到这，那今仔日迄个十月七号开始，轻轨已经延长五个车站，这个车站就是对于这个车，这个迄个美术馆站接去，就是迄个内围的艺术中心，再来就是迄个美术馆站，过过就是联合医院站，再来就是龙华国小站，龙华国小站再过去就是迄个爱河之心站，以上大概简单的报告。现在目前到的所在就是这个爱河之心站，爱河之心站，目前的高雄轻轨就到这个所在，伊就左手边那边，就是伊个往高雄捷运站，高雄捷运站那边，美术馆轻轨有两个站，一个站就是美术馆站。一个站就是内围的艺术中心站，这两个造型是上水的、上特殊的。今天高雄轻轨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你的观赏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再见。